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八人，已足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我们现在开始开会。好，请宣读会议议程。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十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日程。开会时间：2005年3月28日星期一上午9时至12时，下午20:30至5时30分。开会地点：红楼302会议室。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九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2005年3月24日星期四上午9时至11时19分，下午20时至58时。地点：本院红楼302会议室。出席委员林委员德福等12人，列席委员郑委员天才等38人，列席官员上午部分有立法院秘书长林志佳等25人，下午部分有总统府副秘书长熊光华等19人，主席段昭吉委员宜康。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上午部分，以继续审查委员陈林飞等21人拟具立法院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47案。本日上午会议由委员段宜康等7人提出质询，委员张宏禄提出书面质询。决议：一、讨论事项第5案至第10案、第15案至第17案、第24案至第30案、第32案、第33案、第42案至第44案及第47案，报告及询答完毕，并定期继续审查。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紧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下午部分，继续并案审查民进党党团拟具总统职务交接条例草案，委员李应元等17人拟具总统职务交接条例草案，时代力量党团拟具总统副总统交接条例草案，亲民党党团拟具总统交接条例草案，国民党党团拟具总统副总统职务交接条例草案及委员李俊毅等28人拟具总统职务交接条例草案。决议：一、继续进行逐条审查；二、第8条修正为：总统及未定有任期之中央各级机关政务首长，自总统、副总统选举投票当日起至其离职日止，不得依其职权任用、迁调或核定下列各款人员：一、依公务人员任用法相关规定任用之人员；二、依陆海空军军官士官任职条例第13条规定任调职之上校重要军职以上人员；四、公营事业、政府投资之民营事业，代表政府出任社团法人或政府捐助财团法人之负责人、经理人，但公营事业、政府投资之民营事业为上市贵公司，因董监事借其改选需要者，不在此限。前项第2款及驻外人员之任用或迁调，必要时则不受前项规定之限制；考试及格人员分发任用，不受第1项规定之限制。三、第9条暂保留含委员林维洲等4人及委员顾立雄等5人所提修正动议。四、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9条及第13条暂保留。五、第10条照民进党党团提案通过。六、第11条暂保留含委员林维洲等4人所提修正动议。八、第12条照民进党党团提案通过。九、本案令定期继续逐条审查。继续宣读本日讨论事项：继续审查司法院、行政院函请审议《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及《刑事诉讼法施行法》增订第7条之9条文草案。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针对上一次会议议事录，有无错误或遗漏？好，那我们议事录就这样确定哈。我现在先介绍各位列席的官员以及在场的委员哈。司法院秘书长林锦芳秘书长，谢谢。刑事厅厅长蔡彩珍蔡厅长。法务部政务次长林辉煌林次长。法务部检察司副司长于立珍于副司长。
主任检察官张慧晶，张检察官。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检任秘书谢碧莲，谢秘书。国防部法律事务司人权保障处组长齐成俊先生。财政部国库署专门委员黄勤文，专门委员。国有财产署组长陈美芳，陈组长。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法规会专门委员吴福荣，吴专门委员。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法规会执行秘书张雅慧秘书。国家发展委员会法治协调服务中心主任罗清荣，罗主任。我介绍我们到场的委员哈，游美女委员、周春米委员、顾立雄委员，好，刚刚我们也看到徐艺仁委员，好，过来。今天是继续审查司法院、行政院会会嫌函请审议的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以及刑事诉讼法施行法增订第七条之九条文修正草案。本会已于3月14日本会期第五次会议进行审查，已完成报告及询答，另定期继续审查。现在我们进行大体讨论啊。如果看各位委员的意见哦，因为哦，上一次我们第一次审查之后，我们有开了一次协调会哦，那一次有委员、顾委员他们都有来哈、哦。那因为我们有要求他们，行政院也好，司法院也好，要各自针对原来的版本再提出修正的版本，然后希望可以达成。啊，这个司法院跟法务部之间所有的这个期限啊，希望可以把这个期限缩到最小哈、哦。那我们经过一次协调会啊，成果并不很理想哈、哦，期限还是很大哈、哦。这样子哈、哦，各位委员，还是我们哈、哦、再一次请他们上来报告哈、哦，针对他们修正过后，然后他们也现在也知道说彼此不同在哪里啦。哦，我想再请他们了，因为既然他们有修正过，而且我们那一天协调会之后也请他们就回去利用这几天再去思考。啊、哦，对于行政院版跟司法院版这个彼此不同的地方，然后他们虽然经过修正了，但是还是有落差的地方，是不是对于他们自己的各自的坚持以及立场各方面来做更详细的说明？各位委员有没有其他意见？好，好，那我们是不是再一次请先司法院哈、哦、来向我们说明你们目前哈、哦、拟定的新的版本，以及跟行政院拟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针对主要针对这个不一样的地方，那你们觉得你们的立场上啊、哦、一定要这样坚持的理由是什么啊？哦来给我们做说明，请秘书长，请看您要怎么找哪一位一起说明这样哈、哦。好，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啊、哦，各位机关的代表啊，各位先生女士啊，早啊。那我来针对，其实我们有做了一份哈、哦，有关于这个跟行政院版哦不同的地方哈、哦，那个一个说明哈、哦。那首先是增订保全扣押这个配套的部分，我们认为是。这个不是说现在目前哈、哦、一定要修的程序哈、哦，可以在接着下来、啊、先通过了这个
特别没收的专篇以后呢，接着来做这个配套的，因为毕竟现在的刑事诉讼法本身呢，也有133条的第一项可以是来供使用，这是第一点。那根据那个逐条啊，在逐条里面哦，455条之13。哦，那就是有关于究竟哦，这个要提起对于第三人的那个没收的时候呢，需不需要再另外哈、啊，由检察官来，由检察官来申请哈、哦？那这一部分我们认为是没有必要，因为这个宣告没收是属于法院应该依职权来进行的一个事项，所以在实务上面。在刑事诉讼的整个实务上面，从来没有说依照法院应该依照职权来宣告啊裁判的事项呢，还要需要检察官来另外来申请。那这个申请如果称为申请的话，那顶多是促请法院注意的这样的一个性质哈。那所以我们上次有拟的一个相对的这个就是13条455至13哈，有拟的一个修正的哈，也就是说，主要就是检察官在第二项哈，检察官提起公诉的时候，应该哈要那个一并哈，那个条文忘掉，第十三啊450，我们后来念了一个条文，对，那四五五条，哦条文，455至13新的条文。第455条之13呢，我们认为可以修正的时候，就是检察官提起公诉时，任应没收第三人财产者，应于起诉书记载该意旨，并其通知该第三人哈、哦，下列事项，那事项就是跟那个一样，再来就是在第三项里面哈，检察官于审理中啊，任应没收第三人财产者，应以书面向法院呈报啊，这样呈报哈就已经足够了哈，这个是13条就是之13哈，我们修正以后的这个意见，那15条哈。经检察官或自诉人代理人同意后，法院得宣告，免予宣告没收。那这一条是一个新增的一个规定啊，这一条是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哈、啊。而是只是委员有质疑说，为什么要由哈要让要还要经过检察官或自诉人的同意？那我们的说明是说，因为毕竟这个免予没收的规定哈，那个法条上面修正法条上面的修正条文是说，需要经过检察官就公诉案件跟自诉代理人就自诉案件的同意的这样的一个前提，因为这样的一个前提啊，跟刑法那个修正案里面的那个过科条款啊，没有设前提啊，授权法官裁量，这个两个规范的目的啊，是不一样的哈、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制度的一个设计。那下来就是455条之19，跟行政院哈，这个有不一样，那以行政院的意见是说哈，增订哈参与人具有证人资格的规定啊，其实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哈，因为参与人就被告本人的事项，好，那依照我们甲案里面所提的455条之28的规定，它有准用的结果。本来就是准用关于人证的规定哈，所以我没有罪为规定的一个必要，所以参与人就没收他财产的事项应该享有缄默权，这是主要的理由在这里哈。那455条之23啊，一案啊，就是行政院版的哈，明定参与没收程序的证据调查排除传闻法则的适用哈，所使用的这个法理哈依据没有不尽的妥适，因为司法院版提出来是说参与没收程序证据调查是不适用哈166条到166条之6的这个规定哈。那这个一案说这个参与没收程序的调查要排除传闻法则哈、哦，那这个理由上面他的讲哈、哦、是，没有法理上面来看是不妥适的，那因为他主要是说没收属于自由证明的一端，那就要整个要排除传闻法则的适用哈、哦，这个是有一些算段，那主要是严格证明跟自由证明哈、哦、这两个是
有明显差异。凡是那个涉及犯罪事实的刑法权的这个有无的这个东西哈，都必须要践行哈，这个都是属于严格证明的一个事项哈。那再来就是455条至26哈，里面是这是有关于一案是增定说如果驳回就是参与人哈，经认定啊应该没收的，应该经过参与人的财产经认定应该没收的话，要对那个参与人预知没收这个裁判的这没收这个财产的这样的一个判决。那就这样够。那一案就是行政院版认为说驳回的时候，驳回检察官没收之申请，那应该以判决为之哈。那这个就是跟前面第13条之13哈，这个是有相连带的一个关系哈。因为没有实益，而且跟目前15哈的运作多所汉格啊。因为毕竟啊，在现在的刑事诉讼的实务上面里面啊，应该依职权，法院应该依职权裁判的一个事项哈，是毋庸检察官来申请，所以检察官也没有说所谓如果不带检察官的申请，驳回检察官的一个申请的时候，也通常在理由里面预知哈，没有另外在主文里面呢把它做一个驳回的这样的一个宣示哈，那就如裁判上一罪的这个不另为无罪的预知的一个事项哈，也是在理由交代就可以哈，没有说另外要再一个判决来给他驳回，那这样会造成是不是有违反那个一诉好跟一判这样的一个原理哈，这个是有待哈观察的哈。那下来455条至35哈，这是。就是检察官申请啊，要没收第三人财产的时候呢，那应该要提出什么样的一个证据哈，要这样的证据要到达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那主要的就是说，你申请没收第三人的财产，那它的大前提是说，一个违法，第一个是要有违法行为的一个建立，第一个是你的违法行为跟你的要所预知没收的财产中间有没有什么样具备一定的一个关联性？第三个是说，有关于那个要没收财产的金额啊，它的范围是多少？那这个东西因为牵涉到就是违法行为的那一部分，那一部分是一定要有哈，一定是属于严格证明的事项，要由检察官来负举证责任，这是我们的主张。那至于那个关联性哦，究竟是不是属于严格证明的一个事项？这个在或容有讨论的空间了，甚至在我们在研修会在讨论的时候，有些学者认为是可以稍微降低一点点，那甚至有些学者认为说这个关联性哈，因为跟不法行为的有无哦，还是一样的哈，就是属于不法行为有无的那个一个范围，还是要属于严格证明的一个事项。那至于范围金额要没收的金额哈，财产的金额范围，因为那时候因为法律上有一些有推估哦，有估算的这样的规定，所以那一部分可以证明的程度稍微低一点。那这个是我们这个整个设计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架构。那这个议案就是行政院版提出的，对于那个不法行为哈，甚至关联性，只要他说只要提出相当可信的证据就可以哈。那这个是。在我觉得我们认为在刑法的整个刑事理论上面呢，是不可行的哈。那再来就是455条至37哈，关于第三人参与没收的规定，在单独宣告的程序来准用。那行政院是认为说增定哈，有罪判决确定后才发现38条之2哈，刑法38条第2项第三项的事务哈，还有一些就是还发现这些什么犯罪所得哈，那些可以单独宣告没收。那这个跟立法体例上不符合哈，这些能不能单独宣告没收，本来在实体法上就已经在规定了哈，而且。实质上等于哈，你如果增加这个有罪判决以后，你有发现这些东西，犯罪所得，那你这些哈才要来单独宣告没收的话，那这个有点像，一个就是跟立法体例不一样，而且实质上形同不利益的再审哈，那立法的实质的妥当性哈是有待商榷的哈，而且
这样的一个条文的设计哈，也有可能违反一事不在理的一个原则，这是主要的反对的理由哈。那第法务部这个行政院版还建议增订啊455条至38啊，就是有关于这些增订没收被告财产程序要来准用的规定对不起啊。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有关于行政院版请求增订455条至38，来把这个有关于第三人没收参与诉讼程序种种的规定，都适用到被告的这个没收的部分。那么这个部分呢，因为没收跟被告犯罪的诉追，同样是以被告的违法事实存在为前提。这两个在认定上事实上根本就无从区别。那我们现在刑事诉讼法呢，本身呢，我们去认定被告的犯罪事实，对于被告有这样的一个犯罪事实，应该赋予他的一个没收的效果。本来我们的刑事诉讼程序就已经有相当完足的规定，好，这是第一点要说明的。那么我们现在针对第三人的部分来认为，为了要避免裁判上的歧义，我们设计一个统合的机制，让第三人呢，他借由被告的本案诉讼程序参加进来，来参与这个没收的程序，主要是建构当我们要没收第三人财产的时候，给他一个正当程序的保障。那么虽然他对于没收的部分是类似于被告的地位，我们赋予被告他跟被告在诉讼上有同一个权利，但是事实上呢，它还是一个附随的程序，所以我们之中，我们在这个条文里头有种种横平第三人权利保障，跟避免过度延宕本案诉讼程序，以至于影响被告跟被害人权益的一些规定。这样的一个规定呢，例如说我们参与人对证人的诘问，虽然一样可以有诘问权，但是他行使诘问权的方式不是用复杂的交互诘问的规定来做。所以呢，我们认为说这样的一个针对第三人所设计的一个特殊程序，对被告的部分是不宜比附援引的，这是第一个部分不宜适用的部分。第二个大部分就是最为规定的部分，有关于如果被告完全准用第三人的程序的话，那么例如455条至13申请方式跟调查证据的法则，还有455条至23调查证据的程序，这里头被告本身就像我刚才一开始的报告，在诉讼程序我们的刑事诉讼法原来这一块就有规范了，那么我们不需要再透过准用的方式再来准用第三人的部分。那么另外有关于准驳的部分，我们法院什么样的方式该来准这个没收，应该要用什么样方式来预知，如果不没收的时候呢，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预知，有关于被告的部分在我们刑事诉讼法里头原来就有完备的规定。好，那么我们现在针对第三人的特殊设计，如果被告再来比附援引的话，我们觉得会造成目前不只是法制上适用的混乱，对法官在这个适用法律也会构成很多的一个跟过去会有种种的汉格。所以我们认为后面这个规定不只是在体力上，司法院本于我们是刑事诉讼法主管机关的一个立场，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那么行政院的版本突然生出这样的规定，我们认为它也不是对岸，然后在实质内容上造成混乱，而且有一部分是不需要的，在法理上不能够比附援引，有一部分是重复规定的一个罪文，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部分，我们也觉得说，不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规定。以上，我简单讲一下啊，就是这个整个刑事诉讼这个修正案的设计啊，我们一定要顾及哦现在的实务上面的运作啊，那这个修正那个行政院版很多是溢出了这个范围哈，就是跟现在的实务运作的理论，跟实务都有很大的差别啊。那这个是我们坚持不应该这样做的最基本的道理是在这里哈。以上。各位委员，那个他们这样说明哦，就是说从
从头到尾把每一条跟行政院版不一样的地方哦，这样做这样说明，会不会太长了、啊、哦？还是我们要就逐条来，然后逐条说明？还是我们先请法务部再说明一次？哦、好，那我们还是先请法务部整体的、哦、不同的地方再说明一次。好，谢谢，请好，村长，谢谢。主席还有各位委员，我们各位同仁，我刚才对司法院的说明啊，跟用心啊，其实法务部是非常佩服，我们也特别感谢，立法院为了法务部跟司法院立场里面的看法不同，召集了多次的会议啊，尽量协调。那因为今天这个没收新制啊，是一个新的。心智，所以有很多的观念呢、啊，可能要把它厘清，那在法治里面的定位才会比较清楚、哦、那我刚才聆听司法院所提出版本里面跟法务部歧义的地方啊，细节方面我不谈、哦、就是重点呢、啊，我把归纳大概有四大项、哦、第一大项有就是关于。所谓没收启动的申请前的问题、哦、这是歧义最大。那司法院的立场是认为只要呈报，其实他最先的版本条文是有写申请，但是后来转换变成说用呈报的方式、哦、那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法务部的立场，为什么要有申请？有两大理由哦。第一大理由啊，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新制哦，这个新制就是认为没收已经不再是从刑的概念，它变成是一个所谓的基于刑罚，就是从刑跟强制处分以外的所谓的独立的法律效果，所以在德国的法制上，它是用。所谓的对物诉讼的概念来架构他们的诉讼程序，既然是对物，它并不是对人，所以因为刑事诉讼法对人才有所谓的起诉，那在对物，它就用申请，所以我们是基于说我们的限制，所谓的没收新制，绝大部分的概念是寄受德国的法制而来。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德国的模式其实是我们应该要跟随，这样法制上才会一致，这是第一点说明、哦、那第二点说明，刚才提到说你申请处时法院依职权之道，我们简单举个例子，现在争议最大的就是像我们的所谓审判当中有逃匿的，就是潜逃的这一些被告，那因为现行法制里面认为检察官没有申请审判当中没有申请羁押权，结果就要来一个防逃机制，结果防逃机制没有发生功能，那到底就责是检察官的责任呢，是法官的责任，根本搞不清楚。如果说我们不赋予这个独立法律效果的没收新制，检察官只是促使法院依职权行使的话，到后来又会发生跟所谓的那个逃匿一样的防逃的那个机制又一样了，那到后来一场空。我们辛辛苦苦建立了实体法里面所谓的没收新制，可能会因而落空、哦、所以这一点呢、啊，是法务部为什么会坚持的第一个理由。那第二个争执点呢、啊，就是关于举证的程度如何、哦、那因为刑事诉讼法对于被告的罪责，所以一向都是采什么呢？都是采叫做严格的证明，也意思就是说，他必须要具有证据能力，而且要依照证据的性质，依照法定的调查程序，才可以给被告论罪。定罚，但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没收，它不是刑罚，所以它不是以有罪
为前提的刑罚，所以在概念上应该它不是应该要用严格证明。那如果说因为它的前提有一个不法事实，那这个不法事实要把它定位为说需要经过严格证明，我们法务部不坚持。但是虽然我们认为说其实它是一个对物诉讼的概念，对物诉讼的概念其实来自于其实是民事诉讼的概念，但是民事诉讼因为我们相在刑事诉讼法，所以我们没有在我们法制上没有所谓的对物诉讼的概念，所以在对物诉讼民事诉讼它的举证责任只有所谓的什么呢，就是 beyond， 就是所谓 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 就是证据优势即可，而不需要到所谓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所以我们才会认为说有关于没收的课题，包括它的种类、项目、数量或其他应该要特定的话，只要所谓的自由证明就可以达到它所谓宪法要求的标准。那这个标准呢、有一个好处，也就是让我们的心智没收才能够达到实质的效用。你如果把规定说，哎呀，可以没收没收，但是举证程度达到跟判他有罪的程度的话，那我们的心智实体法规定程序法加以把它降低，那这个时候等于又有落空的可能性。对于我们的心智是不是真正能够落实，法务部感到怀疑，所以法务部才会主张说，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举证责任应该要降低，不应该跟罪责有无相同的严格证明跟证明程度相同。这是法务部的第二个立场。那第三个我们的歧义点就是所谓适用的法则，在司法院的版本455-23，它规定的条文规定啊，只有排除所谓的交互诘问，不排除传闻法则。那我们从理论上来看，其实交互诘问反而是大法官释宪认为正当法律程序的一部分，那对于所谓交互诘问就可以把它排除掉。那交互诘问为什么要交互诘？传闻法则为什么要排除？依照学者跟国内的通说，都认为是因为传闻法则因为没有交互诘问，所以才怎么样，才把它排除掉它的证据能力。那现在司法院也同意把所谓的交互诘问的调查程序排除掉，那排除掉交互诘问，传闻法则就是以交互诘问为前提，你把它排除掉，又说传闻法则不可以，在理论上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一贯啊，所以我们才会要求说，是不是连传闻法则跟交互诘问的程序都怎么样，都把它排除掉，不适用？那这个也不是法务部自己发明的。也是因为日本的立法例里面也有这样的参考模式，所以我们也是根据日本的立法例来参考，然后看他的理论的一贯。那最后就是关于证人的问题，我们原则上承认第三人他可以利益当事人的地位，但是他的当事人地位，他因为他不是刑事被告，所以应该要有所差别，所以我们才会在所谓的455-19参考日本的立法例，日本的立法例里面就认为他可以怎么样呢？他可以当作证人来作为调查。那刚才讲说我们的诉讼法里面有规定，只是讲到共同被告。共同被告或是共犯的时候，分离诉讼的时候，他以那个准用人证，但是现在是第三人，没有规定啊，没有规定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就把它明确化？所以
把它规定。我同时在这里特别强调，当然以我们的限制旧制，有一部分是新制里面可以用的，但是既然是新制的话，我们为了要彰显新制的精神，有些时候不得不把它整个的结构让它完整。如果我们还需要一个新制，需要再透过所谓的判例啦、实务的运作啦来形成的话，那我们这个立法就好像显得意义就没有那么的彰显。所以我们非常诚心的希望，能够把这一个新制能够发挥它应有的功能，也能够符合人民为什么会强烈的希望说犯罪的人不能够保有犯罪所得的利益这种观念。所以这个是法务部整体里面所主持的主张的立场里面最大的指导原则，敬请各位委员支持，谢谢。谢谢次长。好，现在我们请委员提出问题吧。提问。好。就可以直接出条。好。好。这个。我们现在是在进行大题讨论，所以有任何问题可以提出来。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省略这个程序，直接就逐条来讨论。好，顾委员请发言。就是说第一点的那个争议，就是那个法官到底是依职权还是这个要依申请嘛，哈，那双方似乎都没有去反对应该依职权的问题嘛，对不对？那现在检察官就一直说要申请之后，希望法官有在主文里面交代啦。但我必须说，检察官因为事实上就是法务部这边啦，实际上也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条文，就他就会变成是一个连续性的一个。是不是你是一个连续性的一个程序要一直处理下去？它事实上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完整的条文来跟我们讨论，所以我个人来讲，我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说，那如果说是依照法务部的看法的话，那这样子的一个程序究竟要如何来继续走下去？跟说他没有提出申请，法院还是可以依职权来为裁定的，这两套程序它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完整的架构呢？那对我来讲，我就没有办法去说，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按照现在检察官他只是在起诉书里面讲说要请求这一个对某些人宣告或者对某些物宣告没收，这算不算他已经提出申请了，对不对？好，那还是说这不算提出申请，他另外要用申请书为之。那如果检察官没有在这个另外以申请书，他只是以直接以起诉书，那么跟说他有另外以申请书，然后这个以来请求这个宣告没收，法官在处理的两个的程序里面，他是不是就有一个完整的、完全的不同？比如说，举个例子，他只是在起诉书里面请求，那法官是不是就直接在理由里面交代，要不要宣告没收？那他直接以申请书，他就要另外法官就要在主文里面做交代，然后另外接下来上诉，如果他没有提出申请，法官检察官要上诉，是不是就直接对整个判决提出上诉，才能够对那个没收的部分宣告不服？好，那么如果说是另外有申请书那申请书的部分他要挂在主文，他是不是就单独对主文的某一项来上诉？这样事实上因为这样子的所谓以申请书为之的方式很明显的都是
在我们上个礼拜讨论，还有刚刚行政院跟法务部跟司法院的报告里面都看得出来，他在某种程度是纳入了民事诉讼的概念，在处理所谓的诉讼标的的问题。但这一套对我们刑事诉讼的架构来讲，其实它是一个蛮或者依照刚刚用秘书长讲法，是依托了我们现行的架构。所以你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套设计的话，我不知道要如何来进行操作了。好，至少我个人是这么觉得。那另外第二个点就是说，有关那个证据说，那我刚刚听法务部的讲法，他们也认为不法事实的部分应该用严格证明。可是法务部提出来的草案里面，他并没有这样的区分，他就只用相当可信就带过去了。他也承认说，这一个不法事实的部分要用严格证明的方式，但是我不太清楚法务部在这个部分的条文设计上有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个更清楚的一个确认，说他同意这个部分是要用严格证明。那只是在关联性或者是说这一个估算的数额的这个部分呢，可以用一个他的名词的话，所谓什么叫相当可信，或者他在他的理由里面有讲了所谓的自由证明。那他所谓那或者刚刚部长又提到所谓优势证据，这整个三个都混进来谈了嘛，哈。因为优势证据是民事诉讼的概念，自由证明是刑事诉讼的概念。那我不太清楚到底法务部想要在哪个程度、哪个范围内才所谓的优势证据或所谓的自由证明。那所以我只能够说哈，在就这两个哈很困难的问题，或者应该也不算很困难的问题的情况之下，好，我们现在要进入所谓要我们表示意见，我也不晓得表示意见，我也不知道怎么表示意见。那如果要进入逐条，我也不反对。我的意思说，那进入逐条，反正每一条啊，大家那就把它看一看啊，然后我们就决定了嘛。那就这样子。那因为事实上没有一个详尽的一个可以来充分的让我们理解。说到底要怎么样子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进行的模式来处理现在有关这一个第三的没收的一个规范。那我必须讲哈，被告的好算了，这个话我不要再继续讲下去了。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们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在讨论没收这一个，大家社会上或者是所有的法界都不认为是一个非常急迫需要进行改造的东西，就搞到一个这么复杂，然后让我们坐在这边伤这种脑筋，我也是在觉得有点无奈了啊。好，因为那一天啊，有关实案的部分呢、啊，刚那个。主席也提到了，对不 对？其实相关的特别法，它都有一些规范，都有规范。就为了这个去改造，弄了一大套这么在刑法里面，然后让刑法整个去引进了一个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操作的东西，变成像我们在坐在这里这样子去讨论。其实，在我看起来，到最后实务运作上也不见得是就按照我们现在在讨论的东西在进行。其他委员，好，周春明委员，主席好哈。那我想先针对455条之13哈，司法院的版本，它的重点好像应该是摆在说，在要没收第三人财产的时候，应该要通知该第三人，还有要给陈述的意见。然后第二项也是重点摆在要通知第三人。那行政院的版本第二项就多了一个申请书嘛，哈，那就是落在说大家现在在讨论是依职权或者是申请。那当然也就是延续刚刚顾委员的意见说，这个体力上面了哈，本来司法院它这个重点是摆在要通知第三人，那现在那个行政院的版本就是在第二项加上申请书。让大家在讨论这个争执上是申请或依职权这个部分，是不是法务部可以考虑说，你们是不是在其他的规定再来考虑，就这个申请或职权再来再来
再来规范，不然这个整个体制上好像是有一点问题。另外我想请教这个，因为实务上我们通常没收被告的财产，就是有没收的话才会在主文预知嘛，没有没收就是在理由中续名。那如果照现在是没收第三人财产，照现在讨论的意见好像是不管没收或者是没有没收都要在主文中预知，那这样子会不会有点错乱？被告的部分没有没收是在理由中续名，那第三人的部分，因为事实上没有没收的部分可能是很大的一个范围了，不存在的一个范围，那你要求在没有没有，好像是我想再跟法务部确认，如果针对第三人他没有，我先把它讲完，就是说有关没收第三人的部分，你们现在的要求是说他要申请嘛，就检察官要申请，那如果法官准的范围是要在主文中预知，没有准的部分也要在主文中预知嘛，那现在跟这个跟我们现在刑事审判被告的没收是不一样的嘛，被告有没收的才在主文中预知，没有没收的是在理由中续名，那这样会不会两个不同的体制啊？就是照法务部的坚持的话，你们要求申请要求准或不准，全部都要在主文中里面做一个判断，那这样会不会跟现在的被告的部分是有点矛盾的或者是不同的？对，法务部是要求这样嘛，好像大家争执点都是在这里，就是你们要申请，那你们也要求说准或不准都要在主文中预知，那现在这样可能跟被告的现在现行实务上被告的没收的部分运作上是不一样，那这个我们在实务上会看为说这个是会给法官很大的困扰。另外就是刚大家也一直在谈到这个严格证明了哈，我现在是说大家共识上第一个被告犯罪的事实大家认同是要严格证明嘛，哈，这两个没有差别，那关联性的部分在司法院当然司法院也认为应该是严格的证明嘛，关联性的部分或者说可以再降低一点点，那法务部的部分认为是不是就是相当可信，那相当可信跟严格证明降低一点点还有自由证明再拉高一点点，我不晓得程度上了，那至于在没收的范围数额大家似乎都可以接受说是不用到严格的证明嘛，哈，大概就是一个自由证明。那现在 我想请教司法院跟行政院，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证据法则，还有它的证明力，是可以透过我们的455条之23就可以表达的吗？还是说还是在后面一个严格的，就是负举证责任这样的一个条文，就可以把这些的意涵说明的说清楚，这样，我以上是三点意见。好，那好，尤美女委员。我自己想要请教法务部的哈，就是说你们一直在希望，就是说455条之13能够用一个申请书哈，那可是你申请书下面应记载事项里面是只有被告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等等，好像并没有第三人的名字在上面。那刚刚一直在讲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这里所有讲的没收都是在指对第三人的没收嘛，因为如果说对被告的没收等等这些都不是问题，那现在是主要是对第三人的没收的部分，那因为我们扩大到对第三人的没收，那因为在实体上扩充的话，我想在程序上就必须要严格来保障第三人嘛，所以在第三人他变成是说要让他来参与，所以在这整个一个诉讼程序里面他有一个角色，那如果这样，所以你们才会要求说，那既然要有一个角色，所以应该要用申请书，等于是说法院准驳都应该要有另外用判决的方式来为之，那这样子检察官才能够就说对，如果法院不准的话，你们还可以去上诉，等于是单独一个诉。那既然是单独一个诉的话，为什么在455条之13的应记载事项里面会没有第三人的姓名呢？因为他是不是变成他是一个参与人，是不是也是一个属于诉讼的一个
被主体的地位在那里，我不太清楚哈。那另外这里就牵涉到说，好，那既然是第三人，他其实是一个类诉讼主体的一个性质在那里的话，那这里就会牵涉到说那个举证责任嘛。那所以举证责任，当然刚刚你们也提到说，对于他到底是不是有违法，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第三人他啊，就是说他不应该取得，他取得的，对这个所谓的啊这个。算是构成要件吗？就是说他到底有没有这个他不应该取得而取得这件事实应该要严格证明，那只是说他的范围他的这个金额可以用比较松的，那这个部分司法院也同意嘛哈，那只是说对于那个证据，就对于他应不应该取得这个部分到底是应该严格的证明，或是就是说这个比较这个所谓的自由证明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再讨论。所以在这里就会变成是说，好，那对于第三人的这个部分呢，那当然这里就会牵涉到说，司法院说我可以不用，因为虽然是一个类主体的一个位置，但究竟就是说这个整个要不要没收，其实还是维系在那个被告到底有没有不法行为在那里嘛？因为如果没有一个不法行为，就不会有第三人不应该取得这些财产的问题嘛。所以在这里就会变成是说，对于这个第三人他取得这些财产的这个部分，到底是不是要把连传闻证据，就说要一起排除掉？因为不需要到所谓的交互诘问，但是传闻证据是不是就说好，今天警察局说了算，或是说这个第三人告发这个就说了算，还是说他仍然其实传闻法则还是应该要适用，他还是要到法庭来，只是法官在诘问的过程里面，他不需要用交互诘问，他其实是用一个也许依照职权，也许是用一个比较松的一个方式来进行。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我想这里就是整套的体系，如果你认为说这个第三人他应该要放进来，那再怎么样保护这个第三人，其实就这一次我们刑事诉讼法要去定的。因此呢，对于第三人我们在实力法上把它扩充了，在程序法上就应该要严格才能够保护第三人。所以在这第三人在整个一个程序下来，第一个他是类主体的，那他为什么名字不在上面？那第二个就是说，那他的这个证据，就你怎么样去证明他的是不法的财产，那他跟这个被告之间的关联，你怎么样去把他这个财产就是说认为是都是属于被告，从被告那边来的，可能已经转了几手了，好，那这个部分的这个证明的这个关联性到底是不是要所谓的严格证据或是自由证明这个部分，然后再来就是说，那在这个部分对于传闻的证据的话，是不是也要完全都排除掉，变成说人家说了算，一个告发的心说了算，好，我想这个部分可能需要整体的，是不是可以法务部再说明一下，谢谢。好，那我们请其他委员哈，暂时没有发言了。那我们请法务部再补充说明，针对刚刚委员所提出来的疑问，哈。我们谢谢刚才三位委员的指教啊，三位委员都是我们法界非常杰出的人啊，所以提出来的问题真的是很有深度啊。那我想把我们法务部的构想跟各位说明一下。刚才我提到所谓的不法事实，我们法务部同意说用严格的证明，是因为是要 compromise， 而并不是说我们认为它在理论上必须要是严格的证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它是为不法事实。我可以举个例子来看，比方说我们杀死了一个人，那他提起刑事诉讼的时候是杀人罪，当然就刑事的程序。但是如果说我们依照民事的赔偿184条侵权行为，他是一个民事诉讼请求这一个赔偿的时候，你看他对于不法侵害他人的权利是杀人，要不要经过所谓的我们所谓的接到到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不需要的，他只要所谓的所谓就是证据的优势就可以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已经把不管政策上里面到底，刚才顾委员有提到说，我们为了一个实案，把整个的没收变成一个新制啊、哦，那当然这个好或是不好，对不对？我没有资格可以评论，而是因为现在就已经有了，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们已经转变了没收的定位了，所以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对物的一个没收。所以刚才我们委员有提到，说所谓你们既然请求申请要没收，为什么在那个申请书里面不记载第三人，对不对？这个叫做大灾问。原因是因为它是对物的诉讼，对物的诉讼，它的对象其实它是物，并不是那个第三人。第三人只不过是那个物的所有人，所以我们要通知他说，因为这个物到底是属于谁的？如果我们知道是属于谁的，我们就请这个人呐、来参加这个诉讼，让他可以保护他自己的权利。如果说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个人是谁的，比方说我到你家里里面，金融被告说这个钱不是我的，我们认为说你这个钱是那个你卖毒品来的，可能是人家寄托在那边，但是我们怀疑这个东西，把它扣起来，我们申请要没收这一个所谓的我们认为是毒品物所得的财产，但是这个到底是他的呢，还是第三人？说没有，它是一个对物的诉讼的概念，没有建筑条文的名称，但是实际上它的性质就是对物的诉讼。对物的诉讼，它的主体就是那个物。所以我是留美的时候，对德国我不太了解哦，但是美国里面它对物诉讼就是国家，就是检察官 versus 一部摩托车，或是一部计程车，或是一部什么车子，他那个就是所谓的对物诉讼，那个就是当事人。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原来的455条之13里面会有讲到说，应没收是名称、财产那、种类、数量，就是基于这个道理，而并不是讲说所谓的第三人。所以这没有讲第三人的原因呢、就是在这边。不过这个是各位大家能不能接受，这个是法务部一贯理论，都是根据德国。那我们最在乎的就是就责的问题。像德国的刑事诉讼法440条、441条的规定，他是规定检察官是有申请没收的权利的，而且另外他还在442条立德没收也准用他的430条到441条的规定。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在主文里面要显现出到底你准不准没收，没收是没收哪里。刚才讲说现行的实务里面，因为它是从刑的概念，所以如果我没有没收的话，我就不需要在那个判决主文里面写的。那我这里面简单举个例子来讲。对不起，打断一下那个次长，我请问一下，到底德国不没收的时候，到底会不会在主文里面预知了？预知的。那哪一条啊？对，怎么看得出来啊？因为像我们那个你们有一个那个。司法院提供的讲的是不没收了哈，因为没收、不没收是吧？对，没收当然要在主文预知嘛。这个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我说不没收会不会在主文预知啊？能不能给我们一点这个？这个我就没有资料，我还不太晓得，因为我不是留德，我是昨天晚上哦，所以再找一下德国的。因为现在法务部这一直希望不没收要在主文预知嘛。对对对对对对。那我现在一说，那你们说您说这个也引用德国法的概念，那我只是请教一下，就是说没收当然要在主文预知，没收主文不预知怎么操作？现在限制也都是在主文里面要预知嘛。以后第三人要没收，当然也要在主文里面预知嘛。现在你们在争执的，尤其那一天来协调的时候，一直在讲说不没收的话，你们那个检察司的代表也是希望在主文里面预知。我们是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德国上面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规范，说啊，主文在当不没收的时候，在主文也是要预知的。是好的。这个等一下我请到我们的幕僚师再说明一下，因为我昨天请他们紧急找一下德国的裁判书，有关于这一类的，能够作为说服委员最好的一个力量了。但是我们是从理论上里面来思考，因为现在我还没得到，我先说明一下，就是说比方说我们诈欺，然后我们的主文里面写被告
某某某犯诈欺罪，处有期徒刑多少年，但是只有在理由中叙明第三人的财产不没收，哦，我们现在做法是这样。那我们问题就是说，我们的检察官对于被告有罪的部分我们没有意见，但是对没有没收第三人财产的部分不服，那这个时候我们检察官要如何上诉呢？因为他已经照你的意思，就是说已经是判决有罪啦，啊，也判了两年啦，啊，你为什么要不服呢？那如果检察官没有上诉的话，那这一部分的判决对第三人的财产不没收，到底有没有既判例的问题，又发生问题啦？那所以这个就是困扰着我们。我刚才一直讲说，就会发生所谓就责的问题。就是说，到底是谁？我们有申请这个责任，那我们检察官要负起这个责任来的。所以，你如果检察官你没有尽到你的责任，所以我刚才临时有接到，好像是我们科总召里面有提了一个好像是临时的提案，就是说，那原则上移植权。检察官也有申请权，那当然这个东西是规定是说双边都有，但是我们的意思是，就是说不但有申请权，而且对于要不要没收，如果不没收，仍然要在主文里面显现出来，这样子才有所适从。我们的目的就在这边，这个也就是心智里面转变最大的一个种类。但是关于德国是不是有怎么样，我在请我们，因为我不是留德文，我也看不懂，所以我必须要很坦白的承认，请我们的幕僚室在找留德背景的学者提供这一方面的资料。我昨天晚上还工作到11-2点多哦，就是一直在联络，因为有一些学者联络不上，所以我说最好的说明就是要有裁判书可以看，那这是最好。谢谢各位委员。那另外，刚刚次长也提到一点，就是我们那个上个礼拜有在协调的时候提到了，就是说，你们有在只在理由里面交代了哈，只在理由里面交代，那特别是涉及到对第三人，然后对被告的没收，我想我们就没有就没有问题了。对第三人，对第三人的话，那么你现在假设把它驳掉了，那驳掉了，这当然也请教一下司法院，那个上礼拜也提到嘛，是。那这个时候假设被告没有不服，检察官对于被告的判决也没有不服，那但是检察官只对于说他有来促请你们宣告没收的部分他不服。那这是因为在主文在理由里面交代，没有在主文有交代。那这个时候他上诉，他要不服的方法，他唯一的方法就是对全案表示不服，对，然后提起上诉了。所以现在大家因为现在新增了所谓对第三人这个没收的一个程序在处理上面，那所以呢，是不是也请教一下两方，就是说那德国在这个部分怎么处理？就是说那他不宣告没收了。检察官唯一的上诉方法是不是对全案上诉？那么全案上诉之后，是不是被告也随同这个案子就要再去继续打第二审的问题？那我也很想了解一下，就是说日本，你们现在假设要做一个法务部要做一个最大的一个说服啊，我觉得那你不然有可能去采这个所谓的日本对策那个叫什么？应急法，日本的应急对策法。那日本的应急对策法到底对第三人的这一个没收的程序，到底有没有一个独立的一个程序，然后来进行，然后而且是独立来进行宣告没收，然后呢可以单独对这一个裁判的结果呢来进行这一个抗告或者是上诉？那如果说日本也没有这样子的规范的话，那坦白讲，从比较法上面来就很难有它立足的地方。那我还是必须进一步讲。这个不是说原则上一职权为之，例外一申请为之，这样一句话就可以往下走的问题嘛？因为我现在的问题就那一天已经问了怎样。那如果你们有提出申请，我们往下的程序要怎么走？这件事情假设没有再定进一步的条文框，又回到了司法院一职权的那一个，因为司法院的整个架构是一职权来进行架构。那法务部今天你如果说要有另外一个一申请为之的诉讼程序，那你就必须要有往下走的程序啊。也就是说，特别对第三人的这个一申请往下走的程序，跟对被告还有对第三人的一职权程序是不一样，因为你们希望不一样嘛。
那不一样，我们就要有不一样的道理了，流程嘛。对，因为诉讼法就是一个操作性的法律嘛，就是讲你要让他操作，你要告法官知嘛，不法官讲，你来申请我也看作一样，你来执行我也看作一样。那我会觉得，就算你在十三加一个一申请为之的话，那下面完全没有动的话，他其实还是按照一职权的那一个流程来做了嘛，不是吗？对不对？那所以你们假设说，日本哦，有没有相对于所谓的第三人的没收的这样的一个独立程序的一个规范，至少可以拿来学习学习，对不对？哦，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啊，我也搞了二十几年的法案游说，我每天都是拿日本、啊、德国，对不对？拿来学学嘛，对不对？好不好？好。我谢谢这个顾委员里面的指教，我待会儿我大概请我们的幕僚师看说明一下他们收集的资料做参考哈、哦。那我也非常同意哦，就是说职权跟申请并行是这样进行，到后来变成也是前者不分，因为如果讲说哎、你是职权，那我是申请，到后来法院的解释啊，会变成是说你只不过是促行我发动职权的一个一个启动而已，还是本质上是我的职权。那我要特别强调，就是我们的刑事诉讼法在民国九十一年就由职权调查主义转变成当事人进行主义了。那有很多东西，其实职权应该是所谓的例外。那现在发生的一个新制，如果还是再回到原路。说哎呀，采的就是申请。那如果说是检察官可以不要负责任，那就 OK 啊，对不对？但是实际上从理论，就是我们国家刑事诉讼的走向已经走这样子，我们是配合整个刑事诉讼的结构里面去走向，所以才彰显那个检察官的义务责任。不然检察官都不要去写，哎呦，我也不要通知你啊，我也不要什么，就是给你这样弄，都是法官来做。那这个不是落在一边凉快，不是很好吗？实际上，法务部的检察官并没有这种想法。该我们做的，我们就应该要做；该被就责的，绝对不能够推卸责任。所以这个是新制。好了，市长，再麻烦一下，就是说日本跟德国到底怎么规范？那司法院也有这个责任。我坦白讲，我初看你们两方面的版本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是这样的一个issue。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另外有一个申请的程序，你们那个往下条文是没有在规范的啦。所以法务部如果从这个立场去对应于司法院这个版本，想要提出另外一个所谓走申请的这条路线的时候，真的是要有一套完整的一个程序，可以让人家知道你们是这个意思走下去嘛。我刚拿到说，我只是觉得，我只是以为你们只是说、我要申请一下，申请一下，春天好不差了。但我看现在条文是你提出申请不差了。对啊。如果只按现在的条文，即使写说什么以起诉书或申请书怎么样怎么样，啊，下面也没有规范呐，啊，干不差，啊，你们，我也不晓得你们到底要怎么样。我们程序里面，你看他还不是规定里面我们要负起正责任的呢。我这个就是程序走下去的、如果说是他依职权的话，就不应该叫我们负起正责任。好，尤美女委员，也是再请教一下，是刚刚你提出一个很新的观念，就是说是对物没收，不是对人。所以在这个申请书上不需要写人，第三人。可是当你上诉的时候，你还是对第三人。我们是对，就是当你上诉的时候，你的主体是什么？就今天你对被告被判决有罪的部分还有量刑的部分都没意见，现在只是对法官对第三人的没收的这个部分有意见，对不对？也许他没收的范围太小，也许是对金额太少，或是说你对他根本不没收，这个就里面说他不没收这个部分有意见。那现在这个部分的话，就说依照你们的想法，是我只要这个部分单独上诉嘛，哈。那这单独上诉，好，那一天在讨论司法院也觉得好像是可以单独上诉嘛，是不是？那现在单独上诉的话，那他的主体是什么？主体是写物吗？还是写第三人？我们主体就是对他没收这一部分，就是他主文显现出来，他没收哪一部分跟我们要求的不一样，我们就谈。
对啊，所以因为他有主文为之，这个判决一定有程序的主体。刚刚有委员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嘛，那你的程序的主体在对第三人的诉讼里面，你一直在讲对物诉讼哈。那这个程序上面所进行的相关应的对应的主体到底是谁啊？我请他们幕僚室规划跟说明好吗？四五五之十三号，在那个，即便这个是针对第三人应该记载的事项哈，在司法院的版本也没有对第三人的这部分的记载。那如果说刚刚委员有提到说，如果我们主张这样申请书要有第三人，我要没收谁的这个记载的话，如果委员认为说这不够的话，这部分是可以做修正。那我刚刚我大概有问一下，就是说在德国这部分的做法哈，德国的部分它是一个很，它是一个对，它也是一个对物诉讼，那它是独立的一个诉，就跟那个附带民事诉讼是一样的，就是说那基本上是独立，但是呢在程序上为了要诉讼经济及避免歧义的方式再把它合并起来。那他对于这个那个预知的部分吼，要那个当然是要记载在主文嘛。那因为他们通常都是比较分离的，如果是分离的话，当然就是说在申请的时候我要驳回，我当然会在分离的情况下，他是会把它驳回掉的。也就是说，在德国的诉的制度里面，他的做法是不管是在独立或者是在合并的诉讼，做法是一样。那我必须再确认说，在合并的情况之下的话，会不会说是要也要主文预知？但是他们通常是分离的。那现在是我们是以合并为原则的情况之下的话。那德国的做法我必须要再去确认一下。的意思是说德国也有合并的，也有分离的，对，两套并行的。那你们如果是这样，那你们要不要把分离的程序的那一套流程拿出来？我刚刚听我那个同仁讲说，德国有这样的说法，是说让他用分离的方式去处理，那在必要情况是把它合并起来。那这部分因为我没有去开会，所以我也不是很清楚说当时那些就是留德的学者在司法院的会议里面是怎么样做这部分的主张。现在所谓的分离是单独申请是不是？啊，合并，你说合并的时候是跟被告一起裁判嘛，那分离的话就是所谓的单独申请嘛。德国他们在430条以下，他规定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诉讼程序。没关系，那我就请你确认说，如果单独申请的时候不在没收的范围，要不要在主文预，要不要在裁定里面写嘛？对啊，这个部分有确定吗？有。司法院这边的那个研究是怎么样？接下来我们请司法院回应哦。针对现在法务部哦，你看那个我们次长讲得很清楚哦，他们是有一个很重大的变革的样子哦，要把这个没收这件事情的定义成像我们民事诉讼里面一个物的诉讼这样的观念哦，在做，所以他们这个他们的讲法是有一贯性啦，就是对，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要提出质疑嘛，哦，就是说他把他想成这样的概念。所以他认为是一个独立的判决，独立的裁判，所以要申请，要法官裁定，那主文预知，你看这个都一贯的啊，它是一个独立的，然后只是说不是对人，而是对物啊。那在刑事诉讼法里面，这个一个是一个新的东西啦。那这样子以目前的条文够吗？够可以来运转这样子的变革吗？好啊，这个是大家的质疑啊，这个请司法院做说明。好，谢谢委员，谢谢主席啊，哦。那个剥夺第三人不法利得，这个就是说，当要驳回检察官申请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在主文预知啊，哦？其实，在我们研修会里面讨论非常的多。我举几个例子哈，哦，杨玉华教授就有教授讲说，今天假设检，因为基本的前提就是说，这跟不告不理原则是无关的哈，跟没有控诉原则的这样的一个适用哈。第一个，如果检察官申请哈没收200万，法院调查，结果调查的结果是300万，那我对那100万要怎么办？我当然是依照质询，我就宣告你没收你300万嘛，我不会再就那100万给你驳什么那一部分要怎么处理？这个是一个职权的成分，所以就没有区别说你申请了多少的金额，那个不受那一个东西。好，这个是一个例子。另外，
另外一个例子哈，也有讲，比如说因为这个没收是本来就是说你实体上面实体法上面如果有规范的话，那你这个就应该要连带的法律的效果你就要产生嘛。依照我们现在的实务上面，你一个性侵害的犯罪的案件，如果认为它成立的话，要强制治疗，要需要检察官申请吗？不需要嘛。就是说这个例子里面哈，这就是两个例子可以显示出来，这个是职权的成分是很多，只要你实体法上有这样的规范，你连带的法律的效果就应该要在你的没收里面要显示出来。所以为什么毋庸在主文里面预知就是这个意义，是在这边，它跟那个控诉的基本原则哈不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跟那个不告不理是无关的哈。这主要这个在研讯会里面好几位哈，就是实务界的法官代表也好，学者哈。都这样，都一致这样的看法，而且这里学者是留德的学者，还不是哈其他的哈。对被告的部分，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啦。好、我想这个大概不会有争议。现在就是对第三人的部分啦，那因为第三人他并不是刑事的被告嘛，哈、他是一个要被宣告没收的一个主体，所以你们在程序设计上，你们也纳入让他参与。那既然他纳入参与，他就有一个主体性的一个地位。那他在这个主体性的地位，就是我们上个礼拜也提到了，就是说不单只是说你对他的举证程度的问题，重点是在他的程序参与以及日后他可以不服提出救济的问题嘛。所以如果说我们有一套对他的一个独立的一个程序的规范，也没有说一定不对了，照我讲起来也没有不对，特别对第三人的宣告没收，他不涉及刑事，只是说那个礼拜天我也跟林维洲委员也通电话，我说我现在没有那个能力哈，我们我想我们这委员会有没有呢，我们必须承认了，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去弄一套什么独立的一套程序出来，我们再做修正。那而且现在送进来这个条文啊，它就是等于说我们不可能，我们没有人再提出对案嘛，所以不可能在这个条文之外再去。就这个程序上，这个委员会的审议的过程不可能再去长出新的条文来做审议嘛，所以我觉得程序上或者我们的能力上，我们都必须承认我们是有限，所以我才会说，那如果法务部觉得说你们要有一套独立的对第三人的程序，我现在哈基于我们没有能力来往下走的情况之下，我会建议说法务部要不要考虑有没有参照德国或日本的相对应的一些法治上面的一个可以 copy 的或可以参考的东西，提出一套对第三人的一个刚刚次长讲的什么所谓对物诉讼的一套程序出来，然后去实践一个所谓不告不理啊、那个我再讲的清楚一点，因为对很多不是念法律的人有时候也听不懂我们在讲在吵的是什么，我再跟各位讲。如果大家要严格的去 follow 美国或日本，那么美国或日本就我的理解讲得很清楚，他现在在起诉请求是什么，他就在那一个范围之内，法官就判，法官阐明说叫你要补，你不补证，他全案就把你驳掉了，他不会跟你玩说200万变300万这种游戏，不会的，对不对？你现在申请200万，那我就在这200万，你现在多100万，那对不起，我跟你暗示一下说，哎、欸，你要不要重新再来？你不重新再来，那我就把你驳掉了，对不对？那问题是我们台湾并不是玩这样的游戏嘛，对不对？不是纯粹的当事人情形主义。那所以我们这边法律人吵半天，哈、哦、啊，我不晓得我这个召集人不召委现在应该也都可以听得懂我们到底在吵什么。那我现在意思就是说，对第三人的这一套保。这个没收的程序，假设真的要有一套所谓的独立的队伍诉讼啊，那我真的觉得法务部应该要提出一个完整的配套了，不然的话，我觉得我也不晓得怎么审下去。补充说明，司法院这边。主席、各位委员，我们要在这里先说明一下，所谓德国的这个队伍诉讼是一个独立的诉讼，我们并不反对，但是我们必须要把它说明白。
也就是说德国他们是分为客观程序跟主观程序。好，那么所谓的主体程序就是说没收本身就是判决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出来的第三人参与的部分，就是德国所谓的主体程序。那么这个时候呢，它是有相对人的，有一个主体，这个就是第三人。那当然如果是没收被告的东西，那这个就是属于被告。但是呢，德国它另外有一个叫做客体程序，就是所谓的对物诉讼，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程序法里头所提出来的单独宣告没收的程序。单独宣告没收的程序呢，这个要没收的标的它可能是有体物，那么它这个也有可能是无体物，但是它重在这个客体。好，所以这个叫做客体程序，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没收的程序整个都跑到一个叫做所谓的客体程序，是截然不同于我们现在所有的没收程序，不是的。而是说当我们要没收一个财产的时候呢，是由于被告他有了刑事的违法行为或是犯罪行为，那么法院呢，他受理这个诉就只来针对说被告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当法院审理了有的时候呢，那后端的效果，第一个就是课刑罚，对谁？对被告。第二个课保安处分，对谁？对被告。第三个课没收，对谁？就依实体法的规定，可能是被告，可能是第三人。但是因为这些，不管是刑罚、保安处分，或是属于没收，我们现在把它从刑罚的从刑里头独立出来，认为它是一个法律效果，独立的法律效果。但是即便是独立的法律效果，我们非常尊重刚才次长所讲的，我们今天一个这么可贵的没收的新制，就是希望能够赋予没收一个独立的地位，说它是一个独立的法律效果。但是它这里所谓的独立并不是都独立，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三十八条所有的犯罪没收、犯罪工具的没收、犯罪所生之物的没收，主要还是要建构在被告的犯罪事实上面。这里所谓的独立只是说，当他如果是犯罪所得的时候，那么基于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犯罪而得利，所以我们有一个准衡平的措施，那么他不同于过去的刑罚，也不同于过去的保安处分，那么我们无以明知，所以叫它是一个独立的效果。那既然是法律的效果，所以当法院他认定被告有这个甲检察官起诉的犯罪行为的时候，后端的效果法官必须要依职权去赋予。好，这是一个必须要说明的前提。至于刚才所谓的独立诉讼，那是说当我们没有办法启动这个刑事本案程序的时候，所以呢我们不得不的去赋予这个东西给他一个单独的程序，例如我们过去的违禁物，那么例如将来法务部在他们刑法四十条所规定的，当有法律上不能跟这个事实上不能的状态，所以呢我们才有一个独立的单独宣告没收的程序。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是无主物，或是说他根本就是跟刑事诉讼的本案程序来脱钩的，所以呢它叫做一个单独宣告的程序，就是德国所谓的对物诉讼，它是独立的，跟我们今天在讨论的参与的部分要不要独立哦，那完全没有关联。这是首先我们必须要把在这里一直在这个一直在巡回的名词先说清楚。那么我们也承认我们的四百五十五条之十三，我们采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没收它还是一个虽然是独立的法律效果，但是不管怎么样它还是法律效果，它就不是独立的一个诉。好，那么所以呢当这个独立的法律效果，我们到底如果这个独立的法律效果不是我们今天本案在审理的犯罪事实的行为人，法官无从去以这个犯罪行为人以外要没收的这个财产标的所有人来对他进行诉讼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给这个第三人一个程序的保障？那么第一个就发生第三人如何进入这个程序，当然第三人他第一个自己申请是可以的，那么第二个呢，法院依职权
来这个预知，这个也是可以的。那么我们要跟各位委员、跟主席、跟各位委员报告，原来我们司法院在104年，也就是在去年初，衔接着前年底的一个贵院的决议，我们来修这个法制的时候，我们原来是建构三个程序。我们不希望任何一个属于第三人的财产，因为法官或是检察官，因为我们的司法体系再有疏忽，再造成社会对我们的疑虑，所以我们建构的是三轨制。我们建构的第一个，财产可能被没收的第三人，他是可以来申请参与的。第二个呢，我们也希望检察官在他起诉的时候呢，要来申请。所以就是引了，就是我们就是引了当时的这个日本的应急对策法。所以检察官他有申请权，也有申请义务，也有通知义务。第三个，我们希望法院如果事后起诉了以后，法院才发现的时候呢，法院也依职权能够来请命第三人参与。那么如果要依日本的规定的话，没有错，检察官可以申请，但是检察官如果赋予检察官申请权的时候，第三人想要参与必须透过检察官向法院申请。好，那么这个就是属于检察官可以独立申请的法制。可是当时法务部的代表，第一个两个代表都跳出来反对，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把当时的会议记录提出来，因为这个牵涉到说是政策的选取，我们没有办法用法理来说哪一个政策好，所以政策的选取就是我们开会的目的，去汇聚各方的共识。那么今天法务部的代表，好，第一个他说审理时必须还要提出书面来申请法院裁定第三人参加诉讼吗？似乎程序上有些重复。检察官在申请的时候，在起诉的时候，当然就希望法官来开启第三人诉讼参加的程序，而不是在申请后审理时又多了一道。依照现在的法律规定，没收本来就是法院要依职权调查为原则的。好，那么另外一位代表也是，如果说在本案诉讼程序的没收，不管是对犯罪行为人的财产，或是对第三人的财产，没收程序是否本来法官就是要认定是不是要有没收的必要，就应该要依职权来认定，不需要再建构一个这样多余的程序。那么另外呢，德国的教授呢，也指教说，法院应该要依职权来认定，不应该再刻意检察官这样的一个多余的义务，所以我们也就从善如流。那么虽然是针对实体法的没收新制，可是呢，我们既有的诉讼程序本来就不容有汉格，本来就不要去冲突，所以我们利用现有的部分，我们在现有的部分另外再加没有的部分，叫做特别没收程序。特别没收程序指的就是我们在本案里头对被告的没收，是我们每天就在做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就可以做的。那么在本案里头，如果要没收第三人，这个部分是没有的。好，那么对被告跟对第三人的所谓的对物诉讼，也就是单独宣告没收的程序，现在很简陋，所以我们也把它架构起来。好，所以我们现在新的部分是跟我们现有的刑事诉讼法的一个体制呢是相辅相成的，这里绝对没有说我们要沿袭过去的判例，把守着过去的旧制，我们不前进，这个完全是一场的误会。那么如果说就诚如刚才次长所指教的，既然我们赋予独立的法律效果，都是依随德国法制，所以我们程序的时候就应该要借鉴德国的法制，没有错。我们现在所建构的这13条就是德国的法制。好，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在这个上个礼拜五跟委员说得非常清楚。那至于这个有关于是不是要在主文另外预知，这个因为大家都认为说它只是一个附随的效果，附随效果的准驳它不是在主文里头，如果是驳回的话，它因为不是一个独立的诉，所以它不是在主文里头预知。那么我们今天也提供了我们在去年9月21号到德国地院汉堡地院的法官以及法兰克福的法官请教他们，
因为德国的判决不像我们台湾有一个统一的判决系统可以查询，所以呢，我们从判决书查不到，我们就直接亲身去问他们的法官，他们的法官告诉我们，确实是这样，没有错，也合乎我们目前对于没收的一个处理方式。以上仅先针对这两个部分来做说明，谢谢。好，各位委员有没有？好，请法制局，我们立法院法制局针对两个版本提出来的各自的说明。我们法制局哪一位在？郭组长，好，来。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今天这个争议哦，基本上是院检最近几年的争议的三部曲了。那第一次争议是在103年的食安法，那经过了10次的朝野协商。那第二次是去年的刑法的修正，后来刑法是进覆二读。那第三个是最后这个刑诉，那我们希望都不会有再有下一次了哈。那这个案子呢，我想，我们整体来看，我们认为它牵涉到的是一个政策问题，就是任何人不可以因为犯罪而获利。那它也牵涉到两个天平，就是程序的保障跟诉讼的经济。那它牵涉到三个面向，包括审、检、辩。那它可能有的是在四个程序的范围，包括侦查、起诉、审理程序、判决程序跟执行程序。那我个人把它整理成是五大争点，那刚刚法务部次长认为是四个争点，它包括起诉的程序、证据法则、判决书的格式，还有判决确定后以及对被告本人的没收。那具体的法务部跟司法院的歧义点在七个条文，就是增修30个条文之外，他们在七个条文出现歧义，那它牵扯到8个特别法。那我们讨论到现在，其实看起来大家的争议点在这七个条文之外，刚刚顾委员有另外提出，包括在133还有159，还有他在之15那个地方，他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呐。不过如果就这七个条文来看，看起来过去的经验法则是在议事程序上，委员在这里如果能够有办法决定，就直接针对那七个条文我们来进行，或者是委员觉得要慎重一点，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再办一场公听会。那听完委员、听完学者的意见之后，我们就这七个条文，可能委员更容易凝聚一个共识，那我们来进行讨论。那以上是法制局的一个基本说法，谢谢。请教各位委员的意见。好，你们想一下，换我来问问题，好吧？请各位委员，我要请教哈，司法院也好啊，还有我们法务部。行政院这边也一样，我们在还没改这个刑法之前哦，针对没收了，尤其是第三人哈、哦，这个非法所得的没收这件事情啊、哦，还没有修宪法之前，刑法之前，在其他的特别法里面都有规定哈、哦。刚刚我们法制局也讲，有八个特别法里面本来就是针对没收的程序都有完整的规定。包括第三人的所得，就是违法所得在第三人那边也照样有，在8个特别法里面都有明文规定怎么做也可以做，好，这是我所了解的。我是看食品的安全管理法里面相关于没收，除了他自己非法所得的没收以外，第三人他之外的自然人也好，法人也好，财团法人也好，都可以没收，只要是能够证明他是犯罪所得衍生出来的，在其他人名下的财产都可以没收，也对程序也写得很完整，检察官要提起申请，然后也可以救济，当事人也可以参与程序，包括后面的保全扣押都有规定，所以在特别法里面好像没问题，以前你们都是这样依据特别法里面在做的，是不是这样？有没有问题？比如说食安那一部分啦，我们就以食安这个为例啦，用原来的食品安全管理法哦，来做第三人财产没收，这个做不到吗？
哎，这个我不了解哈、哦。这个，请你们回答一下，为什么用原来的法律做不到？针对第三人啊，犯罪所得移转啊，怎么样转到法人底下，或者是脱产也好，转到哪里，然后你没收不到他，而且一定要改刑法才有办法没收得到。原来的食品安全管理办法没收不到，是吗？是这样吗？好，说明，请法务部先说明。各位委员，大家好。食安法那时候 的修法哈，我们看那个49条之一哦，它是算是很简略的了哈。它有让当事人陈述意见，有让他可以救济，就这样子。那因为它是当时只有49条之一可以去架构整个诉讼程序嘛哈。但是对于要没收之要进来之前的通知，就是像司法院的版本里面45/12那部分就没有。那因此呢，就十三法49条之一那部分，其实它是一个不得已的一个规定哈。不过那个条文已经相较于其他特别法也相对的进步。为什么？我们在其他的特别法里面有规定，不问属于第三人与否应没收，可是有没有程序法的规定？没有。所以就是为什么学者一直在认为说，我们有没收第三人的一些物或者是犯罪所得，可是没有搭配一样的诉讼程序，包括陈述意见权还有救济权，通通没有规定。因此如果说真是要程序没有保障的话，那些特别法里面我们的没有规定不打紧，在诉讼法里面都几十年来都没有去处理第三人没收第三人物或者是犯罪所得问题。是在49条之一，不管是在民进党提案的版本或者是国民党当时在食安法这部分的话，总算有处理到就是听审权跟救济那部分。那因此呢，那条可不可以？那个招委提到说，这条能不能用？如果真的要用哈，只有所谓的听审权，还有所谓的救济权，其他的那些什么程序啊，怎么进行的话，其实是没有的。好，这部分我补充，谢谢。哦，这个司法院呢，要不要补充说明关于《食品安全药物管理法》里面关于没收的程序这些，你们认为它的漏洞在哪里？报告委员，报告主席跟各位委员以及各位先进，确实在过去我们特别法中，在实体法上呢是存在着很多不论是否被告所有都应没收的这些规定。换句话说，实体法呢规定国家可以没收被告以外的第三人的财产，可是在这个部分的程序呢，过去我们没有一个很周详的程序，那么散见在各个特别法里头。那当然有意见陈述权其实是很重要的啦。那现在呢，到底他意见陈述的前端，我们如何去保障他的资讯请求权，以及他意见陈述权如何来行使？我们应该要保障他跟被告相对，要保障到他到什么程度，然后他行使的程序如何？好，那当然最重要、最最重要是过去我们的第三人的没收其实是非常的少的。好，那么尤其我们这一次最最重要的要架构，过去有很多刑事诉讼，针对被告而言呢，这个被告的这个刑事诉讼没有办法启动，可是呢，他却是有犯罪，可能有犯罪所得被扣住了。那这个部分呢，以前过去我们没有一个周详的规定，我们当时现在这一次新修订的刑法的40条是这一次才有的。我们这个部分呢，可以解决我们很多。如果将来被告他逃亡到国外去，逃亡国内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他逃亡到国外去，我们根据这个参看德国的文献，认为就会该当于我们将来可以跟刑事诉讼脱钩，对他来进行一个单独宣告没收，就是刚才次长所指教的对物诉讼的一个程序。我想这个也是这一次我们去这个因应新刑法来架构这个程序，好，把这个单独宣告没收过去只针对违禁物这么简单的案子，一翻两瞪眼，不需要有太详细的程序就可以规范的，将来要因应可能会发生很多事实上法律上不能所发生的单独宣告程序，我们就必须要有周详的程序，主要是在处理这个部分。谢谢。谢谢。好，那由美女委员。
好，那顺着这个部分呢，所以很清楚嘛，就是说特别法里面有很多的对第三人的这个所谓的没收或是追征追缴等等这些的规定，但是在程序法上没有对这些的第三人的程序的保障，所以这一次其实就是要把这一块把它补起来。但是我这里想要请教法务部的，就是说那时候在刑法施行法的第十条之三的第二项，把它定为说施行日起啊，施行日前制定之其他法律关于没收、追征、追缴、抵偿之规定不再适用，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因为那时候在讨论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混乱，而且非常的冲突。然后呢，所以这个部分能不能解释清楚？因为这里也发生了，就是说，因为所有的对第三人的没收，其实大部分都发生在特别法的这个部分，但是现在我们又把特别法所有这些东西所谓的不再适用，那是不是整个全部都回到我们刑法来，所以变成刑法要担负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责任，这个到底是内涵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可以请法务部说清楚？来，请法务部。报告委员哦，这个条文当时是民进党提出来的，两岸会衔版并没有提这样的草案。不过当时我记得，如果说他在讨论的时候，好像大家的共识是只针对那个实体法的部分，所以在立法理由才这样的一个在第三点的部分有提到说，那所制定的其他特别法关于有没收、追征、追缴、抵偿等实体规定的话，在新法之后就不再适用。所以当时立法理由是这样讲。那当时因为是 follow 那个当民进党提那个草案出来的时候 ，follow 他的那个立法理由里面写出来的。以上补充。好，我们等一下哈。我们要休息一下，然后等一下我们就要来逐条了啦，不然我也不知道要一直讨论下去有没有结论 啊好，我们休息几分钟啊，十分钟好了，好，十分钟休息一下啊，我们会跟其他委员再讨论一下。